这样很好听，很有气质哦。我又来了，不好意思。然后这几天，就是这段时间呢，就我感谢我有一群很支持我的朋友们，然后他们有一个跟阿美族一样的阶层的名字，他们叫拉铁粉。他们居然送我手风琴，然后我想说，铁粉们就送我手风琴了，没有好好给他演奏下去，好像不太对。手风琴，我手风琴为什么要墨镜？因为我眼睛就这么美。送我手风琴，真的是第一次有人送我这么贵重的乐器，上面还贴一个小小的贴、看不太准，它好小啊，你可以贴到这里啊，这慢慢的、好啦，其实我还蛮担心的，到时候然后又送用手送什么，然后我又要吹什么，就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送了啊，很累的，我以前。有一阵子有在拉手风琴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可能认识我的人比较早认识我的人应该有看过，就是在以前我有一个乐团叫艾格居士，听过吗？然后我在里面就拉手风琴，但我已经五六年没有拉了，超久了。然后他说艾格居士创作力最丰盛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宜兰丽泽姐。然后那时候有写很多手风琴的歌曲，然后其中还有一首歌，是演奏曲，叫《丽泽姐好美》，我很久没拉了，然后我也很怀念那一段时间当街头艺人，所以我是街头艺人哦，好吧，等一下知道哈、，VIP 演员，不要头很重的啊。只能调纸张。我很久没拉了啊，你们就假装你们是街头好不好？假装我在街头，啊，就练习哦，好不好？见怪不怪，反正街头艺人嘛，就你们就聊聊天、走走路啊，好不好？街头好不好？那就把这首歌也献给大家，也收录在《恋曲奇》电影的原声带里面。这首歌《丽泽姐好美》。
以前表演每次都这样，我习惯了啦。好听吗？才艺表演呢、欸？这个空间好奇怪哦，又是拉手风琴，然后又是弦乐团，没有要走错地方了，这也不太像 live house。哦，好，我要脱衣服了。脱衣服。不要看嘛，换后端啊。什么看着？还有一件。里面还有五件呢、啊。奇怪，你在想什么？脱衣服。好，我很久没弹钢琴了。嗯，其实，开始组乐团之后，才开始慢慢练吉他。但是其实我以前开始创作的时候，其实是弹钢琴的。可能有些朋友知道，有些朋友不晓得。然后接下来就变钢琴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搭这首歌《漫步城市》。Yeah.
谢谢。